粉色 Q 版的中国龙，火拍大陆动漫明星喜羊羊，在旺角这个商场道和游人贺年。有没有发现喜羊羊和一班羊朋友的造型不同了？制作单位表示，由于希望吸纳八五后的年轻族成为粉丝，所以在香港走潮流路线的商场道宣传。我哋喺十二月嘅时候咧，我见到好多啲商户咧，嗰啲营业额咧，行唔行都系破新高，破新高。咁所以个走势睇落嚟咧，就应该喺农历年应该可以持续嘅。咁再加上喜羊羊依个咁大嘅吸引力，商场就预计喜羊羊元素会带动农历年前后嘅人流，咁营业额亦会按年增加两成半。商场就预计喜羊羊元素会带旺农历年前后的人流，营业额会按年增加两成半。咁年轻人又受唔受落呢？几有特色咯，我觉得咁样会增加人气咯。因为我唔中意喜羊羊，可能对我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我觉得它比较可爱吧。主办单位话会喺互联网同埋报章上面加强宣传，希望可以吸引更多嘅市民同埋旅客喺新春期间嚟呢度消费。香港宽频电视记者黄嘉琳报道。